看一下他的账号等级，37级的一个烟楼，等剑酒带飞，事业等级4级，这个是我专门给他配的一个荷包队啊。专武，之前是一命雷神，等我再一次上他的号，他已经二命雷神了，可恶！为什么总是我羡慕的样子？那这局我跟他配的队，这绝对是嘎嘎乱杀呀！暴击30。爆伤的话是105，元素充能228，武器的话带了一把60级的武器。看一下今天伤害给他破个记录吧，37级猛进居然伤害没上5万，这怎么行？能自己刷吗哥？4个，然后我去36个，你直接合成就行了呀，没必要刷了呀，再刷一次吧，再刷一次。退出不打了，基本上够了。去这个面具的话没有他需要打，因为武器的话也给他突破一下吧，能不能突破？好像是60级的武器，60级的道光，先把大刀天赋给他拉起来，只能升到6级了，倍率提升了30%，勉强还可以啊。圣影我应该不需要动了，圣影是我之前给他动的爆伤头。一个攻击的杯子，没有雷伤杯啊。哎呀，我没事，给雷神充能也不亏，给雷电将军嘛，他雨露均沾呀。面板提升了一点啊，充能240了，爆伤啊121了，暴击率31，把暴击率提升一点，冲那个爆伤提升了10%，一般吧。感觉这些材料够不够啊？合成一下吧。这增加能增加5%的充能吗？差不多吧。满级应该是增加百分之多少？5%，不错。我没有这把武器，哎，羡慕了。OK， 70级已经是极限了，这个账号的极限。攻击力直接提升到1500。充能的话是244，不到250。暴击暴伤也还可以，二命，346可以了。这个雷神的面板给他破个记录吧，合吧。出吧，求求了，哎，38级了。啊，出了，再出一个就行了，这还是一个非常稀有的暴击头啊。不错，再出一个就行了，给个面子吧。但是这个充能不够了。没关系，边打边冲也行。没错，无相体。来，先叠一下充能。微光无射，大招走起。感谢马卡龙送的一个深海明珠。爱了爱了，好多礼物都第一次收到啊。送上门的圣物。10万直接上剑长是吧？你说的哈。38级伤害破10万，你直接上舰长 ，OK， 大家作证啊！我直接看到你了，西决。为了我的舰长，38级给他破10万，38级的萌新，二命穿五破10万 ，OK， 那你这样说，我可就有动力了呀 ，OK， 已经充能全满了。吃个药，刚刚有个粉丝说哪有无相铁给你打，其实可以打的，我们从这边你一级都可以打无相铁呀，只要你30级道具只要开了就可以打呀，只不过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过去，戏中戏，坐等上10万 OK， 坐等9条包庇。他无相铁多少级啊？这不就是无相铁吗？是吧？62级的无相铁能打过，先吃药追高高吧。暴击率太低，还有一个雷伤精油，看面板，攻击1500，暴击46。他暴击率怎么才46啊？哎，无所谓了，冲雷伤82，冲能244，爆伤，他暴击率怎么46啊？哎。我知道了，我吃的那个最高好像是普通最高高吧，那吃它干嘛，那还不如先撂墙。
这是普通的，才加15，算了，不要了，还不如多换点伤害呢。他没有那个美味的最高高，美味的好一点。那这样的话，他伤害高了，但是暴击率只有43了，5%的暴击率换300多的攻击力，不亏。OK， 接下来是精彩的核爆环节。拉血，我有点激动啊，这必须得激动啊，我操，10万，38级10万核爆，我靠，这啊太强了太强了，没见过这么强的，没有辜负他，而且是单人核爆，没有多核啊。